大家早安呐、啊！哎呦，好快！大家好，我是玛吉亚，今天我又要去上学了。今天妈妈去送我上学之后呢，要去开个会，然后要跟之前合作的品牌吃饭哦。其实我本来想要先化妆再拍影片，因为送玛吉去保育员时间有点早，然后文旦很早就出去上班了，所以一个人顾他，我就担心玛吉会在我化妆的时候掉下去之类的，所以我想说那就先送玛吉去保育员，我再回家化妆。你要不要跟大家 say hello？Hello， 哇，好撩人的姿势哦！他超爱摆这姿势的，超可爱的。宝贝啊，你给大家看你的新巧虎玩具啊，妈妈拿给大家看，这是我们家每个月订的巧莲子，会依照月龄送玩具。哎呦，好，大家，那我吃完饭回家了，那我现在就是要处理一些工作。那因为现在我还在等对方回应的关系呢，我就来读一下今天要念给麻薯的绘本，叫做《小熊路易斯》。我每天都会念绘本给马吉听，中文、日文都有。那如果是新的绘本的话，我自己一定会读过一次，再念给他听。这本故事呢，在讲这个主角是小熊娃娃，他叫做路易斯。那他就会分享一些他来到这个家之后很讨厌的事情，例如会被牛奶泼到啊，会被狗狗咬烂身体啊。他有一天就决定说，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要出去。然后在这过程中，他同时又会有点心软，想说啊，但是跟主人一起去学校也很好玩啊，但是还是想要吃一下妈妈做的杯子蛋糕再离开啊之类的。反正他就是在各种犹疑。然后最后他决定，好，我今天就要在主人把灯关掉的时候离开这个家。那主人把灯关掉，他准备要偷偷离开的时候，主人就说，啊，我的熊熊路易斯，原来你在这里，我们不是都要一起睡觉吗？他就把路易斯抱起来，抱着睡觉。路易斯就说，当然就这样一起生活也不赖啦，我觉得很可爱。其实我现在挑绘本几乎都是挑像这种颜色比较鲜艳的。那我之前有看一个介绍说，现在这个月龄的小朋友蛮喜欢看表情人脸的，所以我挑绘本都会着重挑这种有表情的。那等一下接马吉，希望等一下念给他听的时候他会看得蛮开心的。 Come on 路易斯，这样啊，僕は Come on 路易斯，僕はクマのルイス。でもおやつも食べてからでもいいよね。カップケーキはおいしいもん。好看吗？好玩吗？绘本时间。嗨，那我们讲一下今天的感想吧。你觉得怎么样呢？你想逼近妈妈？我们马吉现在分离焦虑超严重的啦，就是真的是，只要一离开他的视线，他就会开始哭哭，对不对？刚才妈妈去洗个奶瓶，你已经崩溃了。她现在分离焦虑真的太严重了。然后妈妈来你旁边，你又不理妈妈呀？我是一个害怕寂寞的小 baby。她这是在笑哦，大家。很开心啊！哇，你今天穿的好可爱哟、哦，是一个红色的衣服，它上面写 Bread Life， 面包人生。好开心，好开心！啊，好痛啊！好痛，好痛啊！为什么要这样抓我？跟大家说，马吉只要看到文当，他就会露出非常灿烂的笑容。那现在让文当长进，让大家看一下马吉那个笑容有多夸张。马吉。大家，我现在超兴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其实呢，我换相机了，不知道大家现在看镜头有没有感觉？我跟文当带马吉去参加他们保育员办的活动嘛，然后在那个活动回来，我跟文当在拍心得的时候，哇，我相机突然就坏掉了，然后我的相机就再也打不开，真的超崩溃。还好我的记忆卡的档案都还留着，所以隔天呢，就是今天，我就奔来新宿，马上买了一台新相机。现在心情其实算是还蛮亢奋的，我终于又可以拍影片了。好，那既然都来到新宿呢，我想说
在新宿这里逛一下。我现在在新宿的伊势丹，那伊势丹呢，他们现在有一个我还蛮喜欢的品牌，叫做 BB， 在新宿伊势丹有办快闪店，我想说去看一下好了。我也是第一次去他们的快闪店，他们是没有实体店铺的，蛮只有网络贩售。那大家跟我走吧。天哪，没想到夯到居然要拿整理券，我本来以为来马上就可以逛，没想到居然还要排队，不知道等多久。可是因为我时间有限，如果来不及的话可能就不看了。好，结果因为我时间来不及，所以我就放弃了快闪店，现在来吃午餐。我现在吃午餐的地方是 Lumine East 八楼，他们有一家越南料理店，我觉得他们的米线很好吃，所以我算是还蛮常来吃的。其实今天真的是蛮赶的，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回去工作，然后还要接马吉。那因为文当今天呢他们公司要喝酒，所以文当会比较晚回来，就代表晚上要很全心全意的顾马吉，就比较没有时间工作，所以呢现在就是分秒必争。去保育园之前跟大家分享，这个是马吉他们班的十月劳作。因为零岁小朋友其实还不会自己做劳作啊，所以基本上都是老师辅助，老师辅助让小朋友印了手印脚印，然后再做这些符合节日节庆月份的小海报。每个月的主题真的都不一样，老师们真的超有创意的。大家看，像这个南瓜，看这个南瓜中间就印有小朋友的脸，马吉好可爱哟。爸爸妈妈有爸妈滤镜吗？怎么看小孩就觉得怎么可爱。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老师他们还有用塑胶袋帮小朋友做南瓜妆，帮他们举办万圣节派对。保育员的仪式感真的是不错。好，那大家现在我来到表参道。那我今天来表参道呢是要去开一个会，那开会之前呢我先去吃午餐。他们这附近呢有一家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回转寿司，叫做银座欧诺德拉。那开会结束之后呢，我要去图书馆借一下马吉的绘本，再工作一下，然后教育接马吉了。今天的行程算是没有到很紧，所以可以还蛮放松的。这一家寿司我之前就来过，真的是蛮喜欢的。他们整个店的氛围呢也有点奢华的感觉，比较不像大家印象中的回转寿司。他们这里的甜虾呢是上面有三条，而且很饱满很肥厚的甜虾哦。好，各位，我们已经回家了。那每天回家之后呢，我都会念绘本给马吉听。今天要念的是这一本《分一半》，来，妈妈念给你听哈。好了，你想先玩再读绘本吗？是吗？妈妈的身体好好爬哦。什么时候要念绘本啦？等你产生兴趣好不好？其实马吉就很喜欢把我们两个当山在爬这样，尤其是他最爱爬的是文当，他是真的会选哦，就是我跟文当坐在两边，他真的就是会朝文当狂奔而去。好，你要用这个姿势看绘本吗？那妈妈念给你听哦。半分个，哇，いちごのケーキだ。半分個しよう。大家好，我是马吉，我越长越大了，我长了一颗牙齿哦，很厉害吧？那就再陪马吉玩一下，然后差不多陪他玩个一个小时，就要喂他吃副食品。马吉现在一天已经吃三次了，然后吃完副食品之后呢，马吉要喝奶奶，然后再陪他玩一下，然后帮他洗澡、剪指甲之后，马吉就要睡觉了。他现在就超爱爬的，你们看。爬不停哎，很危险，所以要一直在旁边看着他。现在我们来到文当工作室，文当还在工作，要不要跟爸爸说加油？这是文当工作室放的地球，它会转。马吉，台湾在哪里？找台湾。助理哦。还有你住的日本在这里哦。
如理。耶，好，跟爸爸说完加油，不要吵爸爸了。好，爸爸，我切掉喽。好了。爸爸也很可爱。美容时间。奶奶，哇！大家早安，今天是新的一天。刚才我带马吉去打预防针，跟大家讲一个超惊讶的事，就是马吉打预防针居然没有哭哎！你好勇敢哦，宝贝！他在针插进去的那一刹那有一下，然后之后就没哭。他现在看他爸爸文道在旁边，马吉只要哎。そう、私逆に心配になった。なんか泣かなくて大丈夫かなみたいな。好，那跟大家说，最近呢 ，Mr. Donuts 有巧克力祭典，所以我们想说今天也去买个巧克力甜甜圈。那等一下呢，要带马迪出去买一些秋冬的衣服，还有他接下来副食品要用的东西，因为马迪副食品已经要进到下个阶段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呢也会去一下阿卡酱本铺那些买一下马吉必要的东西。爸妈赚钱都是花在小朋友的吃喝拉撒睡，真的。我们现在来买包屁衣。其实我问老师说要不要给马吉买 T 恤之类，可是老师说因为马吉还没有一直坐着，也还没有一直站着，所以还是包屁衣比较好。那因为保育员本身他们都有开暖气，然后也有地暖，所以老师说呢就买长袖，然后不用太厚的包屁衣就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挑几件了，好可爱哦！哎，冬のも可愛いね。ねえ、なんか夏よりもやっぱバリエーションが多いよね。因为文当喜欢吃巧克力，所以主要就是买给文当啦。买了这一次巧克力祭典的三个新巧克力的口味，还有我自己喜欢吃的草莓甜甜圈。